家是第四段啊。咁呢个整段嚟讲演练一次啊，接上色。新金桥。这一段呢就是重复啊，是上一段，不过呢上一段是右势向这边右边打啊，这一段呢是左势，它是两一段，是两段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只是呢分左右形成一个一种叫平衡训练啊，不要只是练一边有一些动作这边没有啊，它是这样的意思。好分解啊，原本啊是分金桥，右脚上一步上半步啊，跟住左脚跟返上嚟一抽啊，嗱就係啊正面第一次啊一抽啊就咁啦。好，跟住亦係啊开弓射雕分挂腿啊，啊一个咁样分挂腿啊，嗱喺度一抽啊，啊两手一抽啊，再嚟啊就系啦，一分挂腿之后喺呢边啊两手啊咁样，又系头先咁样。这边抽啊，不过呢这个呢就是在这边这样啊起绑啊啊啊一抽啊啊一抽之后啊再来这只手一带回来，两只手向外展开去啊，向外展一向外展之后转身啊向返呢个东边啊，一收收返埋嚟一抽返埋嚟先啊，转向东边直着啊，好啦，一逼出去之后啊再嚟转返过西边转身啊，再转啊西站一西西过来啊，再来前手啊左手的向前一压啊，好在过来到这里一压啊，这样一压这样好，再转返向返北边啊，转返呢个四平马一抽再嚟右桥啊，同上一段是相反方向嘅吓，佢係咁而家係咁，一右桥之后左手又转成掌啊，
转成掌啊，再嚟讲啊，向下嗱、啊、一合，再嚟讲咧转呢个右脚啊，再转啊，转成向西边嘅啊左指五码。一抛锤，呢只手抛啊，呢只手啊遮顶啊，侧边睇一次，哎，啊、再嚟转翻啊，四平马抛争托掌，只手又系咁样咁抛上嚟，托掌上啊，咁呢、這个右手拉翻埋嚟，系一个抱拳。啊！一个头掌，啊，系头掌，头掌之后，啊，沉，定调，好，呢度咧，有一个要说明一下嘅，逢亲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铁线拳。就逢因呢、这个呢啲掌拖返埋嚟再推出去，大家呢就唔好呢个以为呢呢、这个就係拖掌，佢其中有一个含义系练后顶争啊，嗱、啊、即係比如一个呢个学嚟讲呢个你唔好以为佢系拖掌啊，佢有个后顶争练后顶争嗰个意思㗎啦、啊、即係咁样一堂啊。嗱、啊，就系、是、佢如果你一发冷劲，就系一个有一个后顶争嘅意思喺度嘅。啊啊，啊咁啊定调，咁呢个就大家咧要即系练习嘅时候咧，摆一啲意念啊，就唔好嚟讲咧以动作为动作咁样啊。如果你冇动作，系啊，如果你冇意念嘅时候，佢呢个系啊系咁啊系拖啊，但系你有意念嘅时候，一托掌嘅时候一抽，啊、有就有个后顶争嗰个意念喺度。啊！一后掌啊，呢、这个嚟讲好啊，跟住一个啊，沉桥又系一沉桥一雕啊，咁呢个咧同头先咧系一样嘅，同呢、这个啊，不过系呢个系左势，一定桥之后啊，跟住一沉，吓啊一沉啊过嚟一睇嗱、啊，一定桥，嘿一沉啊，再。转翻呢个四平马，啊，提，啊，再嚟一个切落，啊，又系用静力，啊，就唔好嚟讲只手就咁啊放松咁样放去，佢一提嘅就哇，好似嚟讲咧，人有人反抗啊，你要揿住个人咁，人哋揿住佢，啊，唔俾佢夹上嚟，系即系有一个咁嘅意念，咁样先系练到功嘅，啊。要一提哇啊，跟住嚟讲揸，咁呢个揸咧又系手指啊，唔好就咁啊啊，我放松咁揸埋，而系嚟讲佢有意识系成噶吓、啊，五指鱼钩咁样捻落去啊，咁样啊，呢、这个一呢、这个一提啊揸啊。再跟住啊，下一式啊，十字手，十字手一抽上嚟，哎，一边除落啊啊！呢、这个又系分金桥啊，唔好啊！呢个系分金除啊，呢个系讲拳头系挂啊，呢、这个系边啊？呢个大家啊要留意啊，抽，哎。第五段啊，而家啊整段嚟讲啊这个整体练一次啊，接上式啊，分金桥上式系有好哦，而家整体练啊，
呢个而家第五段开始啊。好，先系右脚又系向前踏半步啊，左脚跟上，两只手啊，指五线面一抽啊。好，下一式啊，转身啊，转翻去后边啊，或者亦都翻去东边啊。咁嚟讲咧，系一个遮顶动作啊，又系啊，转嘅同时两只手一垂，垂手嘅时候嗱，转过嚟啊，呢、这个动作啊，咁样用一个咁样嘅动作啊啊，越顺嘅一转，两只手向上，成一个弧，咁一个遮顶啊，咁嗱、啊、正面睇一次。嗱、啊，一转，连一个咁样啊，但系嚟讲啦，而家我系放松打嘅啊，练嘅时候咧系要饱含劲力嘅啊啊，正式睇一次，一拍落去，啊，啊有一个劲力嘅，下式啊，两手向外反腕啊，咁样反腕。啊！再嚟讲，向两侧一擘开，啊，上再啊收到嚟，大约啊系腰间向上两只掌一托，啊白虎献爪啊，咁呢个嚟讲咧啊，两只手咁样托上去啊，咁我用力打一次，啊，系。正面睇，嗱、啊、咁样一擘开，啊向反腕，系，啊托，啊一托之后，右掌变爪向前，啊一擘落，啊依招依一式叫做猛虎爬沙，啊老虎咁样挖啲沙咁样，一托一变爪。哇滑落嚟啊，咁样正面睇一托变爪滑落嚟猛虎爬沙，猛虎爬沙之后再嚟转返正面啊，即係北面啊，四平马一转返嗱呢个四平八分马啊，一转一抽上嚟，啊，去咗去定桥，啊，咁样，啊，呢、这个我先做慢嘅放松嘅，啊，啊，正式嘅，一二三五下三，啊，定桥，啊，再下一式，啊，上炮掌担掌一炮，啊，一担起。啊，咁样一啖起，啊，嗱，侧面睇，一定调，一啖起，啊，一啖起之后，摇肩，啊，三次，一、二、啊、三，啊，咁咧，呢、这个咧就系、是、为咗咧。松肩，松肩同埋咧练肩膊嘅爆发力，呢个系重要嘅，好重要嘅吓、啊。如果肩膊冇爆发力咧，特别嚟讲咧起争啊起成啊嚟讲，实际就系靠肩膊爆发力嘅。啊，如果肩膊冇爆发力咧，啊嗰啲争嚟讲系冇力嘅，啊激将，所以嚟讲咧呢、这个就系练肩膊嘅爆发力。咁一、二、三，下一式啊。又是一个穿桥，一沉一飙啊！嗱，呢个是放松啊，放松的啊！如果啊训练的时候啊，要饱含劲力啊，一弹就系啊呢、这个啊，咦啊要饱含劲力啊，一个穿桥之后。
再来向两边分掌，一分，提，隔拳，啊，制桥，哎，啊，再睇一次，阿彪，分，啊，隔拳，哼，啊，侧面睇，彪。分提一提的时候，一定大家啊要这个好留意的呢套拳，就是每个提的时候，佢系跟住嗰个气啊，出嘅时候落啊一嗱呢度一分一提，跟个气提上嚟，好啊，压拳之后好一沉，好个气咧气沉丹田啦，落啦跟手啊，气跟手。好，再来压臭，狠，现在是这个第六段啊，先是整段来讲整体演练啊，接上一式分金锤。用作分解，接上一式分金锤，左脚向前迈半步，右脚跟上，十字闪烟抽啊！呢啲啊，头先好多动作都有啦，我唔详细分解啦。抽，转身。遮顶啊，这个来讲呢就是头先动作都有的了啊，正面做一次，转身，嘿啊，遮顶，反手腕啊，向两边一抹开啊，再来上托啊，又是白虎欠爪啊，这个是左势，头先我是在那边的。啊，嘿，猛虎爬沙，亦是一样，向前两，右掌变爪，啊，啊，这样画过去，啊，啊，画下来。啊、再转返啊，四平马一提啊，推再啊，定桥啊，这个叫定桥啊，双定桥啊，单手的啊就叫定桥，两只手的双定桥啊，担责一担，一二三，三下哎，分提，哎，制桥啊，都是一样啊，同头先上一段的。好，再来压抽上来，哎，啊，
分金床是一个双挂打落去啊。呢一段嘅修饰啊，上一段就冇嘅，下呢一段就有呢个一个修饰，二虎潜中，抽一啊分啊 分开三节嘅，嗱一节一，二提气，三呼气，收翻后边，又一抽啊，而家系第七段啊，先嚟讲将整个段落啊演练一次啊，接上一息，喂，嘿，而家分解好啦，上一式二虎潜中，下一式好，第一段的第一式啊，撇左脚先撇啊，右脚向西边啊盖步啊，跟住啊左脚再向翻东边交叉盖步啊，再嚟讲左脚啊踏翻前，好向翻正北啊，十至三号啊，好再做一次，撇脚一二三，下一声夹木锤转向呢个西边啊，首先啊又系我个先讲步伐系转成弓步啊，正嘅呢个左弓步或者传统嘅叫法叫指五马，转嘅同时啊夹木锤啊系咁样打落去，系右手向下扎桥，左手冲拳啊，咁呢个冲拳呢是一个短桥手 的手法啊，不是说长桥咁伸到尽的啊，是一个短桥的，呢度是沉争的啊，一转马的时候啊啊，呢个右手一个窄桥窄落去，那个意识啊，唔好只手只系挂住呢个嗰只左手冲嗰拳啊，要一窄啊啊，再下一声提壶敬酒啊，即系咧通俗嘅讲嘅啊，系标撞手，再嚟系转翻去啊后边啊，亦即是东边啊，一转马嘅时候兜过嚟咁样啊，咁兜过嚟嘅同时标起咁标撞啊，如果打个比喻啊，系快手嘅，快嘅就系、是。啊、就是这样捶捶上去，通俗的讲啊，这下呢啊有些套路，穷拳的套路，这下手叫铁门山啊，在这里叫呢叫提壶敬酒，啊
下一式割手抛锤啊，右手一伏手一冚落嚟成爪啊，要一成爪向下斜下惹落去咁样滑落去啊，左手啊又成一个腰撞手啊，我扮动作啊咁样嗱。咁样，咁嗱，实际嚟讲咧，就系、是、咧，如果系使用嘅价值就系一伏冚一冚把嗱，呢啲就系标状啦。啊，呢、这个一冚住就打上去啊，呢、这个嚟讲，呢、这个就系咁样嘅意思。呢度一冚，啊，吓，啊，诶，侧面睇一次嗱，呢、这个啊，铁门山啊，呢只手右手一伏把扣落嚟。啊！喺呢度嘅斜滑呢、这个咁样打佢啊！一斜滑之后，好啦，下一式啊，内绑手又系一抽，做一次喺侧面啊，即系咁样一滑之后呢、这个啊就系、是、咁样一提一抽上嚟，一抽上嚟啊！呢只手左手啊一抽翻埋嚟啊，即系形成。一滑抽埋嚟啊，再转正马步向翻正面啊，右翘啊，正面右翘啊啊，再做一次，好下一式啊，剪右翘。就将呢、这个又系转呢、这个左弓步向翻呢个西边啊，一转嘅时候一转一抱上嚟，成一个咁样啊，再嚟推上嚟啊，停啦嗱，做一次连贯嘅一右跳啊，下一式。啊！借顶嗱、啊，一今次又是转翻去东边啊啊！呢、啊、度一转过嚟啊，只手一合，啊一抛就借顶啦，嗱、啊，啊侧面睇一次啊，啊！遮顶之后，啊，再嚟啊，转翻正面北边啊，学掌啊，坐马步，一拍又系抛叉，一抛啊，啊，抛叉啊，嘿，啊啊，真唔睇啊，啊，抛叉。一抛灯之后啊，左手啊逼桥，哎逼错啊，呢只手原封不动啊，咁样啊一抛灯，哎好，下一式啊沉桥标子，一收翻嚟，狠啊就系、是、呢、这个啊慢嘅啊，做一次慢嘅。就是一收嚟，呢只手一沉，跟住一飙嘅时候，连随转呢个指引马一插出去，啊啊，做一次连贯嘅，啊，好，再嚟圈碗手指啊，圈碗咁前支手拿啊啊，再做一次。一拿，玩拿住，再嚟转翻马步一提，玩啊制桥，又拿住一标，玩系，啊制桥，制桥之后再嚟
啊，一抽。啊！好，呢、這个分金锤，下一式二虎前中，抽翻嚟，提气，呼气。啊，再嚟，啊，再睇一次，啊，一制旗，抽，分金。而家系第八段，呢、這个第八段咧就系、是、第七段嘅咧嘅左势啊，动作系一样嘅啊，不过嚟讲咧系左右势嚟练啊，而家嚟讲系全电演练一次啊，接上式二虎前中。而家啊，动作分解，接上式二虎前中，好、啊，今次系撇右脚啊，左脚向呢个东边盖步，再嚟右脚向西边打横盖步啊，再嚟讲左脚行翻前嚟。啊！两只手又是一个叉抱，好呢、這个叉抱呢，嗱、啊、有一个分别啦。上一段即系第七段、那个叉抱，只右手喺外边，啊，佢一系打个夹木锤，呢度一扎条，呢一锤打过去，啊，呢边呢个叉抱呢，就要左手喺外边啦，啊，一抽。左手系外边，转右指五码向东边啊！嘅同时啊，右就呢个咧，左手啊一扎条扎落去啊，转嘅就系右手冲拳啊，系一个咁嘅打法啊。咁同上前面嘅右手扎左手冲，呢、这个系左手扎右手冲啊，系啦啊啊呢、这个。咁呢个嚟讲啊，又系唔好忽，净系顾住右手嘅冲拳啊，忽略左手嗰个扎桥，嗰、那个扎桥落啊，佢系一个一扎桥咁打落去嘅啊。再啦，转翻去后边，亦即系西边啊，一兜抽过嚟，一抽过嚟，啊，啊呢、这个啊提壶敬酒啊，提壶敬酒之后啊。左手一伏掌爪爪落去啊，一手一伏，右手跟住咧伏咗之后，右手系斜标两成成一个对拉啊，左手系向下斜滑啊，右手系咁样标上去成一个对拉力啊，大家要留意啊，一吸吓嗱侧面。叫做一伏，啊，啊，好啦。
呢、这个嚟讲咧，左手啊内绑手入透，啊右手啊拉翻埋嚟啊侧面睇一抽，啊拉翻埋嚟，拉埋之后啊转马步啊右翘。啊！再嚟转弓步啊，转翻去呢个东边一步，咁样啊，呢个咧重复嘅吓，下一式一手翻成掌一落敲。呢、这个系又系一个遮顶，做一次啊，咁样一落，板啊，发行劲力，再转身转翻呢个正马步，向翻呢个正面啊，炮争顶掌，一掌一炮，咁样啊，托上嚟喺度，再睇。喺呢度睇，喺嗱一托，一托之后，啊右手逼出去，一再收翻埋嚟，左手一沉跳丢，啊再睇先，喺好啊圈。隻手手腕一圈立，呢啲叫前肢手啊，啊呢、这个绷紧练手腕啊，用呢个静力啊，呢、这个系呢啲系练腕力嘅啊嘅呢个动作嚟嘅吓，呢、这个唔好话隻手又随随便便咁撩下，呢啲你系练到功嘅咁样啊，咁练法就一定要运行极啊一提上嚟。制条，再嚟啊！下一式一抽，啊！嘿！好，而家系第九段啊，亦都系最后一段啊！而家全段演练，好接翻上一式啊，分金锤。而家动作分解，接上一声，分金锤，啊，好，左脚先喐，向前迈半步，啊，咁样，啊，两只手，扇面，十字，啊。十字之后再来向上啊叉，这个同第一段是一样的啊，形成来讲啊两只爪啊右拳变爪向上叉啊，惊鸿脸翼两只爪向下
咁样画落嚟，放喺腰间啊，啊咁样吓，咁样斜画落嚟，放喺腰间，下式啊，韦陀牵杖，两只手向上咁样托，托掌系托上去啊，咁样啊，咁呢个咧就系、是、要用劲力啊。这个两只爪放在腰间的时候啊，向用劲力啊托上去。他这套拳有三个动作是比较相似的啊，一个循擎牵杆是聚爪啊，在这勾下来啊啊，这样好了。一个是逼桥逼开去，但是呢这个呢不同了，在两支桥是向外这样逼啊，这个来讲又是，但是呢他定型的又是这样。好啦，第三个嚟讲咧，呢、这个啊韦陀牵杖咧系托两只手系，但系佢定型动作又系咁样啊，所以咧呢三个动作咧就要嚟讲，大家咧细致咁分开，唔好就咁摆个形，人甚至乎唔好话人哋，连自己都唔知系咩意思咁啊，咁就系习忌啦，咁样咁就啊，咁咧呢、这个咧咁样喺呢度一托，啊，跟住上遮顶，两只手向下。经过腹部向嗱咁样慢动作系咁样遮上去啊，咁嗱、啊、如果系即系正常嘅动作系咁样一提气啊，呼啊一上去嗰时气沉丹田啊，后面拔背，吓下一式逼桥啦。啊！一落嚟两个桥嘅时候，亦系向外向外逼嗰个意思啊，所以叫逼桥。啊！啊！定桥两只手啊，第一段有噶啦，夹碗啊啊，我先放松，夹碗啊，推出去啊，系咁样啊啊，提气一咬乜嘢？啊啊！下式穿桥一沉啊，一飙呢、这个系穿桥啊，用冷静啊要啊。咁而家你睇运动路线啊，呢、这个穿桥系咁样一沉一飙啊，做一次啊，正常嘅正规嘅啊，一逼桥吓啊，好侧边啊，定桥嘿。啊！一个串桥之后，啊，再嚟向外嗱、啊、反腕只掌啊，向外咁样抹开，再嚟讲兜个圈，一抽抽上嚟啊，成呢、这个啊扇面十字手啊啊，系一哼一抽上嚟，再下一式啊。分金锤，嘿，啊啊！呢啲嚟讲好多噶啦，呢同我唔作，我唔再细致讲啦。再嚟二虎潜中，收翻埋嚟，提气，啊！二虎潜中之后，啊，跟住最后一式，收拳见礼，一摆掌。啊！呢、这个喺度啊，稍微一曲啊，呢、这个脚重心而家移过嚟呢边右边啊，一摆啊咁样啊，如果有威势啲嘅啊，一摆掌啊啊，再嚟左脚向前啊，点虚部一伸出去啊，再左手握翻拳。拉翻埋嚟，嘿，双挂锤啊，要发冷劲啊，吓、啊，再嚟吓、啊，退步抱拳，一、二，好，还完，垂手啊，立定啊，呢、这个铁线拳啊，介绍到呢度。
这个铁线拳的分解动作啊，就讲到这里。现在呢就讲一讲呢这个铁线拳的练习的要点啊，同埋佢技法，同埋佢的在练习之中要留意的一些地方。咁本来来讲呢以洪拳的系统啊，就是分慢练同快练啊。这个慢练拳来讲就是铁线拳啊，包括如果在我的计我所知的在湛江地区的洪拳的支脉呢，亦都是有分慢练同快练这个系统的。咁我哋而家珠三角呢边广州地区呢一带呢亦都系。咁呢个慢练系统呢代表性的一个铁线拳，一个桥功啊，呢个系代表性的慢练。咁铁线拳呢佢呢即係呢佢主要嘅训练嘅目的啊，唔系嚟讲呢系一个格斗技能啊，而系嚟讲系以功力为主要。当然啊，佢嘅招式亦含有格斗嘅含义啊，这个来讲，但是这个是比较次要一点啊。他以前即是古时候啊，或者是一百几十年前啊，练铁线拳的人基本上来讲呢，很多除了啊空手练之外，到了一定的功力以后同埋嘅耐力以后，他要加重他的负荷啊，就要带那些铁圈一个个。一般来讲是一斤一个。一斤譬如来讲初初五个五斤。一路带。带到来讲十个甚至无更多。啊咁来练嗰啲桥啊，咁来练嗰啲桥力带咗铁圈啊，练嘅时候生生声嘅撞咗啲铁圈。咁呢个来讲呢就对咗，咁来讲呢经过呢啲负重嘅训练来讲呢嗰个功力呢就倍增。啊呢个来讲是一个特点。咁如果有条件嘅人啊，不妨啊自己整一啲铁圈去啊练习一下。咁冇呢个条件嘅，咁就係空手练亦都好，嗰个对于个体能嘅考验啊同埋体力嘅锻炼嚟讲，已经系都好强大㗎啦。咁、啊、亦都可以讲到系呢个拳嗰个训练啊，佢一般嚟讲啊纯正力嘅训练我见过，特别系老一辈嘅人，佢每一招一式都系慢，从来唔发冷劲嘅啊，一种咁嘅方法。呢、这个呢呢啲嚟讲呢，特别而家我见过嗰啲而家都有七八十岁以上嗰啲人嘅练嚟讲呢，佢全部都系正力嘅啊。咁作为我本人嚟讲呢，即系认为我嘅认为，由于而家啊，练武嘅人嘅时间亦都生活又比较紧张，冇咁多时间练，咁咧就要俾讲求效率啦。咁讲求效率咧嘅情况底下咧，你就要咧劲力啦，包括啊唔单止要练正力啦，啊正力包括系练耐力同耐性啊，要包括劲力嘅训练咧。咁嚟讲咧，喺某一啲招式里边，当然唔系每一招，喺好多嘅招式里边，大家可以嚟讲咧。用半程的静力，半程的冷静。嗱，打个比喻啊，呢、这个呢啲八拳嘅啊，呢啲你用纯静力系咁抽上去啊，好啦，你用半程嘅一半啊，咁一抽好啦，呢啲嚟讲咧系半程嘅静力啊。譬如嚟讲呢啲一个分金锤。你可以用纯正力嘅啊咁样吓，亦、啊、可以嚟讲咧半程嘅啊，嗱、啊、呢啲咧就系、是、一个啊正力同静力嘅结合啊。咁呢种训练咧，应该讲话嚟讲咧，对于现代人嗰、那个练武嘅时间嘅即系不足，咁咧。是应该来讲是比较合适一点啊。至于来讲啊，一个练武的时候的人，很多时他就会他的就着重于他技法，这些拳使不使得啊，这样。我可以这么说啊，任何的动作哪怕任何的拳啊，只要你纯熟，他哪一下都是使得啊，哪怕是广播体操
啊，只要佢纯熟嚟讲，有力量有速度，佢都系使得嘅。啊，所谓拳馆无法定就是法嘛。啊，咁嘅情况下咧，咁你要使佢能够运用嘅时候，好啦，喺一个套拳之中，你嘅招式啊，你就要多练啦，纯熟啦。嗱、啊，打个比喻，啊，套路里边一叉手啊，挂锤，好啦，咁样呢、這个，咁你又使唔使得咧？咁如果你作为练功咁慢啊，梗系唔使得啦吓，咁、啊、慢佢系练功嘅，但系你快起身系一叉就落就使得，咁就系、是、啊，咁就使得。咁样啦，呢个一叉手就落吓、啊、就使得。好啦，嗱、啊，打个比喻，仲有嗰啲抛踭啊，你又使唔使得？好多拳里边，甚至乎有一啲拳嚟讲系一种当佢系杀手锏嘅添啊，呢啲咁嘅踭嚟讲，好多拳嚟讲啊。譬如北方某一个拳种，我就知啦吓，呢下争嚟讲，佢系杀手锏嚟嘅添，仲系啊，咁你又使唔使得咧？使得啦，你嚟讲佢多抛咯，要嗱成日都咁样啊，你多抛嚟讲，一抽上去咁咪使得咯啊，依、这个就系要长时间嘅训练纯熟啊。譬如呢啲一弯弯争啊，使唔使啦？你如果系某啊嗱咁就唔啦，你但系嚟讲啪，你就能得一发冷箭就抬到争嘅，咁呢啲就使得啊。咁但系嚟讲咧，依、这个咧就要经过抽出嚟单练，而且要经过成千上万嘅次数咁嘅训练啊，咁就得啊。但系作为铁线拳，佢嘅任务啊，唔系格斗，系功力。所以咧，佢喺呢度讲求嘅呢啲一抽咁样，所以佢一嘢嚟讲，佢系要你集中提气，将个人嘅整个嘅能量。喺一下子啊咁打出去咁啊，要集要佢系个目的系咁样啊，并唔系话喺你格斗之中佢嘅变化嚟讲使呢个咩啊啊呢啲一叉一咩一一挂呢啲系嘛呢啲一插呢啲就飙啊咁样呢啲咪使得咯啊佢本身就有啦嘛呢啲啊呢啲就系寸劲嘅嚟讲呢啲一拍就出手咁样呢啲就系咁嘅吓，所以大家就要明白吓呢套拳嘅目的。啊，佢主要系功力啊，对于个技术嘅层面方面嚟讲系比较淡化一啲嘅。但系咧，洪拳嚟讲系一个好讲究功力嘅拳种啊。如果嚟讲咧，打出嚟软手软脚啊，冇力啊，就俾人笑嘅。